啊，離開牙莊火車站，一邊坐陣間咧都係。好，跟住咩咧？就繼續向前行啦。個龍山寺喺前面啫，行多個零兩個字到啦。嚟到龙山寺啊，我叫做龙松龙，假如喺泰国叫做龙松，龙松呢样叫龙松啊，真系啊！系啦，呢度入口啦，嚟到啦。啊，嚟到龙山寺啊 ，OK， 应该是。嚟到龙山寺啊，根据资料咧，龙山寺系建于1930年嘅，系牙庄嘅重要旅游景点之一啦。啊，佢嘅特色系有一座好雪白嘅佛像啊。啊！見到山坡上面個坐佛啦，哇、啊！見唔到啊，部相機太白啦，啊，拉嚟望一望。啊，依度啊，啊，見到啦，哦，見到，嗯，跟住用正常嘅標準鏡咧，太白啦，拍都見唔到。啊，个坐佛就喺山上面嘅，啊，而家就行上去啦。我喺下面等你啊。Kevin 当然唔行啦，吓、啊。好難得有得行下啦嚇！佛陀成道幾多日？佛歷2568年。嗱，佛陀成道紀念日，佛歷2568年。嗱，儘管生活喺奢華權貴嘅皇家之中。享受著世間嘅一切樂趣，太子喬達摩悉達多仍然知道自己要面對人生嘅生老病死之苦，所以喺一個深夜留下咗美麗嘅妻子同埋年幼嘅孩子同一座玉皇宮，離家到森林裏尋求覺悟啊，跟住就嘟嘟嘟嘟嘟嘟嘟 ，OK。個山坡唔係好高啫，登上去都冇乜困難。睇下好深啫嚇。我谂沿呢条石级一直向上走就系嘅啦，都完全唔辛苦嘅吓，因为树荫吓，同埋今日都唔系好热。
石級都唔係好斜嘅，又難走又冇難走。不過沿途都有啲景點去行下嘅嚇。山腰有一個好巨型嘅卧佛啦。嗱，聽講咧，卧佛好似係即係人類對死亡嘅恐懼。其實死咗之後都唔係話咁恐怖嘅嚇，可以好快樂嘅。唔知係咩意思啊？嗱，參觀完個卧佛，跟住繼續向上行啦。呢條石級比較斜啲啦嚇，但係都唔係好辛苦嘅。跟住有一段好長嘅石級。都有少少運動量啦，今日嚇，咪太耐咧，唔行山咧，翻去香港行唔到嘅。有一座廟嚇，繼續往上走。都幾曬噶，不過戴頂帽又鬼咁鬼熱。啊，嚟到好高啦已經，見到下邊嘅山嘅個 view 好靚嚇。啊，繼續往上走。差唔多到山頂啦。我都輕鬆嘅，由山腳下面行上嚟呢度，我諗都係行兩個零字嘅應該。石級我諗都唔知有冇二百級咁上啦。啊！嚟到大佛呢度啦，哇，好白嘅，好洁白。啊，走埋最后一段石级，啊，迎面又系巨型雪白嘅大佛啊，坐佛啊。哇！佛像好高，佛像好高啊！我谂大概有十五层咁高啊，大概啦吓。嗱，嚟龍山寺，除咗係參觀大佛之外咧，其實仲可以
眺望芽庄市的景色嘅。呢、这个地势都几高下嘅、啊，所以景色都唔错嘅。大佛后面咧有道门嘅，可以进入佛体里面嘅，不过已经闩咗啦吓，唔可以进来。有啲小路可以落山嘅，不過今日唔係行山算啦嚇。啊，依度有一條路，頭先上山嗰一條路咧，嗱呢邊又有一條路落山嘅，有幾條路都落山嘅。依度有一條路可以落山嘅。不過唔知道去咗邊度嘅嚇，Kathy 冇嚟啊，唔係可以行呢條路試下落下落邊度啊，算啦。啊，參觀完龍山寺嘅大佛，跟住咩咧？循沿路落山，同阿 Kathy 會合翻啦嚇。又攬完龍山寺，今日嘅芽莊嘅行程差唔多啦。啊，陣間再夜啲就咩咧？陣間去下商場或者坐下啦，飲下嘢咁樣。再夜啲就食晚飯，係咁簡單。